在上面还有一只。嗯。所以那只小只是小朋友。想回去呀、啊。嗯，想回去。觉得每天中午都会回去一天。谢谢你辛勤的经营哦。嗯，他拿到你要抢到。你下来。哦，抱着。你下来了，瑞瑞。有那就十。给我一边倒背嘞。哇，他拿到他不会放。他还故意耶，他偷我的，来抢啊！哦，这个袋子很大、啊，哎，很大。我刚刚是在吃树根，阿姨要吃的，还要看他抓到挖到什么，就开始玩起来。嗯。不怕阿姨。阿姨对他很好啊耶。就小时候不知道在紧张什么，就是因为妈妈的关系。对对对对。对，所以不一样啊。对，阿飞，你这一台相机多少钱？哦，我还录影，踩过妈妈。哑巴的。嗯。哎，三个人的，三个人。我们一张照片，从一个三个人。哎呀，我屁股啊。嗯。也才这么几个，就算十个好了。对，就是很有兴趣在观察大猩猩。嗯。
其他人在干什么？这是开始。对，你看林哥在抬头啊。我听林哥他抬头还会拍胸，对，觉得妈妈在干嘛？对，林哥他会学功夫啊。嗯，林哥他。不过当然，第二个也没反应啊。没反应。你看林哥很专心的在看。对，他一点一滴他都在学。在学，对。嗯。都在想，至少他在二楼的时候他见无虚发，不该跳就不跳。好了，把他累放弃了。他们两个不睡是最好，他们平常就是累的时候睡睡。对，反正松口的。麦克风。赶快躲起来吧。他们可能不同批呀。出发前就应该讲好嘛，动物园礼仪，你不要干扰动物啊。你看他都吃菜菜，你都不吃菜菜。